小姐，大秦岭大水区找到受害者，21个号码，19件失踪，2件尸体发现，全都是女孩。全都是我们案件号码，凶手一定跟警察有关。杀一个，预告下一个。散开。那么他下个目标？ 是我们警队传奇，以前他的外号就是神探，他很有可能跟这件神探案直接有关。跳啊，跳啊！我会死的，要让人知道你是神探，不是疯子。全错，跟思念街毒妇案一样。栽赃嫁祸啊！没人听我的话，所有人都疯了。 你是香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罪犯，我从来没错过，我是神探。